位，一起来欢迎炎亚纶。像中了深红玫瑰，不会凋谢。下巴吻了愤怒的血，不会胆怯。手中铁造的火苗，轻易熄火成火鸟，从太阳穴烧了。挡不住脸上的火焰，上一路磊落光年，跨不跨过夜的黑，夜空星火还没燎原，不能冷却。眉毛还没笑成了灰，不能熄灭。身体造了火苗，潜意识化成火鸟，从太阳穴烧了。Light my way on fire， 那一炷最红的火种挡不住脸上的火焰。Light my way on fire， 上一路磊落光年，踏破跨过夜的黑，上。上都一起上，让大火不停烧。上上都一起上，让大火不停烧。上一点点往森林去蔓延，上一点点往沙漠去蔓延，一点点往地下去蔓延。一点点往海边去蔓延，一点点往天边去蔓延，一点点往你的去蔓延。那一炷最后的火种挡不住眼上的火焰，上一路磊落光年，踏破跨过夜的黑。最红的火种挡不住眼上的火焰，上一路磊落光年，踏破跨过夜的黑。他换上了温暖的灰，把一片森林原野看成了遍地鸡笼飞。明明的祝愿我明媚，这世界在他眼里怎么看都支离破碎。墨镜后面你热血的冷眼旁观他的可悲，黑镜之前你的眼睛我的瞬间像如天空有爱情，会怎样看这世界？丑陋的完美或动人的残缺，想看哪一面？想看哪一面？他换上好奇的粉红，于是孤寂的人海，海豚突然游出地铁，荒废的摩天大楼里，小鱼和虫在戏水。
鲜花哭，长满了羞愧。瞭望镜，哆咪高响的轮唱，人风它的地位显微镜下，有个天使站在冰边，站入瞳孔，有预期。你想怎样看这世界？无菌的地狱或感染的一点。向往那一边，向往那一边，瞭望镜后你高尚的冷嘲热讽，它的地位显微镜下，一个真理有多真切，站入瞳孔有预期。世界数码化情感或人性化晴天，你会怎么选？想看哪一面？墨镜后面，黑镜之前，想看哪一面？想看哪一面？满足，在
后幸福命追求的谁何时如期待的让我们到土星的宿让我们暂时忘掉交换了的义务心中的感受也越舒适的相处心间走步买几本一个琐事跟我回家我也是这样浪漫的要死的几个字原本也跟电视机前面还有手机前面的你们一样觉得2020是一个诡异到爆的一年但是如果用没有滤镜的眼妆来看一下其实我们多了很多时间陪自己的家人朋友还有自己真正在乎的人所以呢祝福2021每一个你们都可以有身心灵都健康又摩登的一年 Happy New Year成家没办法那就想办法闪电技能刮花晚霞不复杂是谁要发明抗御便是卡分离家会变大变大爆炸大爆炸继续爆发不停下手牵手来退化有时忙按下退化文明是来退化让我的浮华鸟语满在退化轮不到我不退化谁跟谁在退化长出了尾巴谁却把他象牙形容我们一丝不挂不需要假象没有罪行要感化没看法看了水落花野蛮生涯最大规划疯了吗是谁要发明枪与电视卡走了家造金字塔求水吧造巴别塔有趣吗手牵手来退化越是马按下退化文明是来退化让我当浮华鸟与马在退化轮不到我不退化谁跟谁在退化长出了尾巴电视机前面的你们可以跟着动起来说心话说废话说漂亮话说谎话可说个话不像话
哎，现场的你们有人吧？手牵手来对话，也是马鞍下对话，我迷失来对话，让我当浮华，鸟与马在对话，轮不到我不退化，谁跟谁在对话，长出了尾巴。谢谢。谢谢炎亚纶，谢谢，谢谢。